现在怎么说，应没进展。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捕捞的呢？就是昨天上午。就是有多少捕捞的这个力量呢？它这个景区的，包括旅游的，水利的，还有林业的，加起来差不多有40多号人吧，看不到。这目前为止，村民反映的说是看到过。今天入场的时候开始捕捞，一直到现在，差不多就是6-7个小时吧。到目前为止没见这鳄鱼长什么样子。今天现场天气是什么样呀？小雨。咱这派着那个东山动物园救援队的专业人员，初步估计的是，这条鳄鱼目前是在浅水区，还没到深水区。浅水区水位应该就是在2米左右，周边这些立地条件有点差，草丛比较厚。按它鳄鱼的习性来说，目前这个温度有点低，它在水下的机会比较大点。今天这个天气目前看的话，应该就是17-18度啊，这样。那像鳄鱼，如果它就是正常情况下，温度大概是多少？它会出来活动？一般的话，应该是在25度以上。